大家好，我是阿金。大家知道这个礼拜六是什么日子吗？是 CWTT 同仁展在台中逢甲大学举办的一个活动哦。那以前呢，欧玉雅在这边摆过摊，不过这一次我要来摆摊啦。这一次呢，不只有贩售我的个人商品，还有鱼竿跟胡子的商品，还有以前欧玉雅的商品也会在这边贩售哦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来看这次的商品有哪些吧。嘿，那在介绍商品之前呢，大家知道我的贴图上架了吗？那么有喜欢我或是想支持我的朋友们，记得去手到购买抢购吧。我要来给大家看我的第一样商品了，这个就是我从我的贴图里面精选出了12张，再加上一个横幅的贴纸。那虽然这样看起来有点黄黄的，不过实际上贴出来的效果会像这样。那么有喜欢的话，记得到场支持一下。那么介绍第二个商品，这个，哈哈哈哈哈哈，不愧是做巨大化的，我的纸胶带都会比别人还要大。如果你是喜欢纸胶带的朋友们呢，欢迎来看看。再来就是欧玉瓦的商品了，哇，从成年的仓库挖的这个，这是欧玉瓦最早期所制造的团队专辑。不过这个张专辑呢是没有人声的，数量也没有剩很多了，就趁这一次一波带走。那如果想听听看他的歌曲的话呢，可以去搜寻欧玉瓦的专辑，在阿顺频道有音乐试听哦。再来是我们鱼竿的《把爱收好》的专辑，这张专辑呢，我相信鱼竿的唱功大家都知道的。如果还没买到鱼竿的专辑的话，要把握这一次的机会啊！再来呢，就是我们胡子的商品啊 ，Dream to Dream。那么尺寸呢，要看当天还剩下多少，所以来的话呢，要注意一下自己是不是符合这个尺寸哦。那衣服的尺寸大小，记得到胡子的虾皮去看看它的这个，噔噔，胡子的束口袋。那么，以上呢是量比较多一点点的，接下来是极为极为少量的东西啦，像是欧玉瓦的杯垫、欧玉瓦的便利贴、欧玉瓦的纸袋，还有欧玉瓦的毛巾，这些东西呢都会在我们 CWTT 做贩售，详细的相关价格呢会写在下方的关于资讯栏里面，大家要记得看哦。记得来的时候呢，不要推挤，不要吵闹，尽量带整数的零钱，这样子呢，我们也会结账速度比较快。后续呢，如果你想要拍照、合照、聊天的话，以不要影响会场内的动线为主。我呢是一定会出现在摊位上的。那至于其他人呢，我不确定，如果他们有时间的话，说不定会来。以上呢就是我呢在 CWTT 的摆摊资讯啦。好，那我们就 CWTT 台中场见啦，拜拜。